那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回来哈？但是呢，我想呢，大妈这儿已经给大厨那儿策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、带有火炬特色的这个饭菜哈。嗯。这个想法。火炬特色的饭菜是什么感觉？烧烤吗？一家五口，老少三代。老少三代，整一桌，拉个皮儿，开个黄瓜。因为本来说是大妈今天要到现场去观看的，但是呢，有几家现在我们这个带他们的家中啊，也是挺繁忙的。无用。